现场之后，必须评估现场。联合会在现场，炮灰兄弟永远是徛当第一线，到底救灾的任务。水雾攻击，顾名思义就是雾状般的出水，它可以产生雨下，有效的降低所示的辐射热。那是水上发生任何意外，救难人员也是要冲当第一时间，赶紧将人救起来，以维护生命的安全。我们看到是现在两艘的救生艇已经完成这个救援任务了，请来宾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。一连精彩的好表现，这是99年消防特科班的学员，在经过18个月严格的训练所展现出来的成果。178位学员，无论在火灾抢救、水上救生以及各项专业的救难技术，都可以看出每一位学员的自信心。这若是无经过一再的训练，是无法度有这么熟练的表现。因的精彩演出，也得到现场所有家属以及长官的鼓声鼓励。我觉得我儿子真的很棒，他虽然经历了这么多辛苦，可是磨练出他很多的技能，以后对他的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以我的儿子为傲。来到这边，就是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震撼教育，我们有上灯啊、横渡啊、下降啊，还有激流池等等各项严苛考验。所以在这边，我不但锻炼了心智，而且呢，更学会怎么跟大家过一个团体的生活，这样。99年消防特科班，也是消防署训练中心头一梯接手办理永续训练的一梯。在训练期间，每一位学员拢需要接受救护技术、火灾抢救、化学灾害以及水上救生等等专业的训练，让学员在未来各项救灾任务中，会当充分发挥所学的专长。我们这训练中心的话，其实在98年10月7号哈，总统来找我们巡视的时候，他就有特别指示，要成为一个全灾害的训练中心，不止我们的消防人员，还有所有灾害防救相关人员都要来这里接受完整的训练。看到所有学员的精神和表现，相信因在日后投入救灾的工作，也会当亲像今仔日的演练同款，不管遇到任何灾害状况，都会当成功完成任务，尽心来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。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。